呢，在正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要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假如我们在野外遇到了像歹徒、小偷或者什么比较恶毒的人的时候，万一他们来抢劫该怎么办？在这里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实用而且简便的方法，就是格斗技巧。好，场景一，你们现在来啊，看到上面武器没得啊？快点！你确定要抢我对吧？啊？小子，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！好了，今天的那个什么野外知识逃生知识课堂就到这了。那个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呀，不是自己胆小，是真的能跑就跑。呀，三叔。